像我这种货色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老婆。像你们这个班要找十几岁的，十五六岁的，啊，十五六岁能找到啊？像你这个年纪啊！哎呀妈哎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云南，实在忍不住，我想在云南的村庄里转一转。这应该是每户人家有一个棚，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山顶上。应该这里最好用的就是摩托车最方便，开汽车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方便，是吧，大哥？是的。您去工作啊？啊，去工地上班。您这边没有看到你们谁家里好像有种什么水稻之类的哈？现在不种了，现在那个地全部都征完了吗？都一切以上班为主。是吧？嗯，行，辛苦了。铁锅，不知道有没有鹅？咱不要惊动下方的那条狗，等它冲上来，我不一定打得过它。等打不过的时候，是吧？再叫上你，它敢咬我，你也咬它。我觉得很像那个四川大凉山那边的那种房子，都是一小层的。我是旅行的，然后路过这里。家里面种啊？这方便吗？方便嘛，我家老公在家吗？哦，好嘞，好嘞。您这边的话，冬天不冷哈？一年四季吗？是温暖的。您这个村庄是叫什么村庄啊？叫一公里新村。这还是个新村啊？这老村建在哪里啊？开伐木木行这里。您这边的房子为什么都建那么矮一栋呢？都没有看到两层的，很少。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风太大了。风大。风大也不至于把房子吹倒啊。这个地方不得了。以前是刚刚两年啊，吹大风了，房子全部都吹翻了。嗯。贵姓啊，大哥？我姓陶的，是你姓马的。姓马的。我的小名也姓马啊。也是姓马的。生了一个小孩吗？小孙女。这孙女啊。啊。哎呀妈呀，我看走眼了，小孩也有30多岁来了。小孩有三十六。三十六了。最大的36，最小的还有17。生了几个？3个。3个，哎呀，哥，我向您学习。我想去老挝找个老婆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。可以，老挝姑娘，老挝姑娘太多了。很多啊。去找吗？那像我这种货色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老婆。像你们还找？像你们这个嘛，要找十几岁的。十五六岁的。啊，找十几岁的。啊，十五六岁能找到啊？像你这个年纪。哎呀妈哎，真的。我们没有钱吗？还是很贵？像你们有钱吗？不贵。哦，那不是这么说，你不是这么说。在老挝，你有钱就有10万就够。有15万。啊。就是人民币。10多万可以逃过。10多万人民币。你在老挝，你要办护照啊！在老挝把那个姑娘办护照，办结婚证。嗯。转过来中国。啊。再办到户口，结婚证嘛。啊。10多万，这可以办到了，就是10多万人民币。现在们中国人们到老挝找老婆太多了。你们去啊？现在过年吗？现在过年去太多了，分量太多了。很多啊！太多了！哎呀妈呀，你这说的我都有点心慌肉荡了。两口子小孩全部生娃娃的多的多嘛？我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呢，2、3个，嗯，他们最少的有7、8个，是生这么多啊？哦，他们老什么像以前老班子生的那些啊，一样多啊，像我们中国人找的呀。去老挝找老婆好像还挺简单哈，大哥说15、6岁随便。你要去旅游吗？现在明天就可以到老挝去了，太好玩了，他们过年。明天后天可以啊，他们。啊，他们明天后天。明天后天他们是最热闹的时候吧？应该。说了吗？啊。初一、初二、初三，那几天们太好玩了，太好玩了，太多姑娘太多啊！嗯，哎呀，最主要找不是就找老婆的，可以吧？你到了老公们，你喜欢哪个？嗯，你就去问他家在哪里，嗯，去看看他爸爸妈妈同不同意？哦，是同意了，
两个就在一起了吧，嗯，要办护照了，要办结婚证了，你在老挝办好了，啊，就可以领到中国了。你在老挝，你养一只鸡，他要来收费，嗯，有一个小车，他也是来收费，你家有几个人，他要来收费的嘛，他像这样。他的税收很重啊，干什么东西都要收费。跟老婆一起睡个觉的话，可能你还要交点小费。哦，要收费在老婆呗。行啊，哥，不跟你聊了啊，打扰您休息了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来，嫂子，谢谢您。我叫我阿娘啊。啊。你姓马，我姓马，叫我阿娘。啊，阿娘。啊。阿娘。姑妈个。啊，姑妈的意思。姑妈呀。谢谢啊，祝您。家庭和睦啊，好，嗯，财源广进，谢谢啊，嗯，好，拜拜，哎，好，了解清楚了，是吧？是怎么个回事了？找老婆好找了，生几胎的都可以，七胎。